边搬起的砖瓦盖了别人家乡的墙，为什么要在遥远北方念念不忘南岸太阳那边的月亮，或是真的比较大，却少了团圆的缘和陪在身边的人。一起翻翻故乡的土壤，灌溉扎根的地方，人们就不用浪迹天涯，才能追逐未来和梦想。那一难做回的那一次到顶嘎电台点好歌，老几怕回到顶大电台，然后
掉。